三公，
你若是讲要用这个口罩的，伊这个国税局一定会寄钱支票来到你厝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千万的唔通哦，搁再去伊附近作济啦，啊，咱国方啊，拄好接到就是讲接到讲，想用一个打电话，啊，打电话国方伊也叫爸爸，安尼啊。讲吼，我王大爷啊，来治我，啊治过安尼啦。啊，咱何方吼，向向阿公吼，哎，歹势哦，我不找我呢，安尼啊，我爱食饭啦。但是食饭了后呢，咱何方呢，赶紧去啊，拍电话阮公司啊，伊讲我请个电话来到边啦，安尼。所以呢，即款呢，疫情变，伊咧变难呢。我们告知，啊，而且呢，反正讲啊，你已经着迄落抽奖抽着啦，吼，你爱赶紧哦，抽着偌济，啊，你爱寄偌济，诶钱呢，在迄个纳税的税金，起码为着咱做些，就是安尼用的，所以呢，我因呢。用这个机会呢，阿爸咱大家，学习一下，无呢，真哦，咱社会呢，受人的呢太侪了，啊，所以呢，咱本身也无迄个贪念的话呢，咱就袂用的，啊，所以，你若贪呢，人细小公司做哦，啊，想贪呢，啊，就来去问题啊，真正，真正你。像这样子样呢，生起来呢，都一夜发财。啊，咱如果进前去吼，如果咱带起来，希望伊咧大话讲呢，讲起嘛吼，我天呢，你变个新的迄个销售呢，以为起码伊骗着迄个提钱的时阵，伊唔怕去迄个提款机去试啊，伊起码吼。袂讲吼，讲伊唔捌字啦，啊，即嘛叫咱去试啦，啊，叫咱去试的时阵，两三时啊，才查出来的。因为咱怪伊咧试，伊万字咧试的时阵，去起来的迄个，就是咱去试的人啊，伊啊叫咱试的人去试，伊就袂对啦。啊，所以呢，即嘛咱来去，所以两三时啊，讲高薪呢，这两个是要怎么办？我起码今年你快四的时阵，起码你用电表当查来的时阵吼，就是你这条线，就是你快四。你无领唔着，但是你旁边四，安尼你就在。所以呢，常常是要你想多些，但是咱爱应该是多些。所以呢。Thank you.
前，在你们的一线，目前领导都会电话出来提问，请你们的空心再回，祝好他明天教学语言再出众的不能，感恩祝福他。不过呢，好他以前我都在说他欠，所以我们听你们的不能来当听说话，实在是不感动，感到非常的惭愧。今仔日抱着一颗真诚的心，要来甲如意共同学习，并不是讲要靠在台仔顶来讲道理互咱大家听，而是要甲咱如意共同研究。所以讲呢，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如果讲学校老讲了言不达书，或者是有所变化的所在，盼望咱注意前言代表会当老学校纠正，这是我最大的盼望。今仔日社会科学进步，工商业发达，物质提升，未来带来了生活的方便。咱来看哦，有真侪人伫遐享受物质，追求物质，但是在因心内中，总是感觉讲比以前更加欢喜，更加满足。这是为虾米呢？现代人流行精品美容，该做的功夫。甚至呢，追求品牌的物件，优质的化妆。可是呢，未记一个用心，改造一个家己的个性、习性、观念、价值观关系。搞无好的改为好的，无正的改为正的，无水的要安怎来改为水的？这就是呢，咱人生上基本的生活品质。那么呢，所以咱第一讲讲改造，也就是咧甲咱讲哦，用心来塑造咱家己。在历史上，诶，先天先富，绝对毋是讲天生所成诶，毋是讲即个囡仔生落来，以后即个囡仔袂当注定做一个先天先富，毋是安尼哦，而是爱透过不断伫学习，不断伫改造。一个人细汉的时阵，就爱靠着父母来教导伊；那青少年的时阵，就爱靠着老师来教导伊；长大成人时阵呢，就爱靠着咱自己来改造家己啊。但是呢，咱不是拢会对伊家己会因为侧目、思想侧目，拢毋知影讲要来自我改造。所以呢，林主伊才讲哦，伊讲民有加天赋，家己引进，有好心而不地球。又搁甲咱讲，讲读书之道有限，尤其好心而地。所以讲的好心，就是安那，甲咱迷失的心，赶紧的来找我倒倒来。哦，咱时常会当听到人伫咧讲哦，讲该收收心了吧。哦，应该人的心收好，倒倒来的时阵啊咯。咱甲看哦，一个人会真输人，伊无法度通做主的时阵，就可以讲一个国家的元首。这个元首呢，伊无法度通当政，伊无权，伊无法度处理国家大大小小代志。那虽然原本看伫咱本国的子民，伊移民去外国啊，在伊感觉。伊感觉讲，咱的国文阁袂歹啊，对唔对嘞？或者是讲，住伫咱本国的子民，伊无咧管国事，伊无咧担心国事，在伊感觉讲，哇，这个国家呢，阁真安宁，对无？但是事实上呢，真正会当了解内情的人，才会当知影。其实呢，这个国家呢，早就已经化变了。同款的哦，当咱的天理用心无法度通做主的时阵，表面上看起来一个人，伊就够好好啊。但是人伫咧讲哦，讲人有见人心，顾虑顾忌，地当无发现哦，一个人已经迷失咯。有一次呢，伫咧开先有班的时阵，这个老师伊问所有的同款，伊讲托尼亚。现在，我想问你一个切身的问题。
天堂地界，可以提供一个，可以幸福幸福，可以进来和好。老师跟你讲，徒儿啊，你拢知影拢要改变环境，但是你拢未记一个改变你的心境。你拢知要变化你的环境，但是你拢未记一个变化你的心境。所以啊，环境太多了，你要安怎去改变呢？环境太多了，你要安怎去变化呢？所以讲上课。也就是改变你的心境，事事改善，环境就是水，一切境界由你家己心去起作用，自己心才是基本的前提。那么今天课下特别以着智慧观察这个讲题来教咱注意前天共同练的。Yeah.